就没资格。玲玲，下班啦，今晚上我家吃饭去啊。哎，不吃了，没心情。怎么了你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家里来电话了，孩子学习成绩总是上不去，我这又不在老家，没法辅导他，有心无力啊。嗨，这有什么好玩的？你给他买个辅导机啊，可以远程辅导孩子。都试过了，根本没用，他还拿那个来抄答案，经常看着，现在眼睛都有点近视了。不是那种陪读机了，是可以远程看到孩子写作业也不带屏幕的六点作业远程智能辅导机。这个辅导机有一键呼叫求帮助的功能，二可以超清摄像，能看清每个字。妈妈，我就想给你买点心啊。真棒，都做对了，一会儿妈妈给你做好吃的。还可以在这上面啊，直接看到孩子有没有认真写作业，再也不用担心他偷懒了。如果英语你不太会，它还有中英文点读功能，哪里不懂读哪里。这我也不能时时刻刻都盯着呀。放心好了，这里可以添加陪读人，你忙的时候就让孩子爸爸去辅导。还有讲故事和阅读功能，我家孩子啊，用它辅导一个多月了，成绩上去了，对学习也更有信心了。太好了，我也赶紧去买一个。